大家好，星期二得到今日系二零二二年八月廿一号星期日啦。嗱，咁啊西港啊，又或者叫西哈努克港，嗱呢個名字啊，好多個月之前咧，我都有同大家講過嘅。當時咧，我已經有即係有朋友報料俾我啦吓，就話呢度咧係變成一啲犯罪中心啊。咁啊，當時咧估唔到其實發展到去咁大，只係知道咧。 西港由一個好多大陸人去嗰度淘金，好多人去發夢啊，當咗呢個係一個東南亞嘅澳門啊，係一個另外一個拉斯維加斯，好多人當時係咁樣 sell 人嘅，咁啊結果咧就變成世界詐騙中心。嗱好啦，咁啊西克魯克港咧喺柬埔寨西南方嘅半島上面，對面咧就係泰國灣，咁啊距離首都金邊咧大約三個鐘頭車程。 咁啊，以前咧就好靚嘅，因為咧有一個誒黃金嘅沙灘啦，嚇咁啊有靚嘅太陽啦，咁啊有呢個吳哥窟啤酒啦等等，咁啊喺呢個當時咧，其實早幾年咧係嚟係即係當地工作嘅外國人咧度假嘅聖地首選嚟，回來嚇。好啦，咁啊呢個咧佢當時啊，如果你又入吳哥窟咧坐車嘅呢、這個。 簽粒散啊！坐車咧要坐九個鐘頭先至可以到西港嘅。好啦，咁啊嗰度咧原來又有玩潛水啊啲水上服務、水上嗰啲活動嘅。以前嘅西港咧通常都係西方人啊，嗰啲鋪頭名啊，誒所有嘅遊客嘅嗰個目標咧都係外國人多啲。好啦，後尾咧就變成呢個大陸人嘅一個中心，原因就係中共一帶一路嗱，中共九一帶一路。 咁啊，令到咧西哈努克港啊，即時成為人哋咧諗下緊會唔會係成為海上明珠咧，變成海上絲綢之路喎咁樣。因為咧，原來西港咧其實就係柬埔寨境內唯一一個深水港，所以咧當時就中資咧就大量去搞呢度。好啦，咁啊，當去到呢度時候咧，最多嘅咧就係開賭場。 赌场开完之后啦，见到有效啦，咁啊嘅酒吧啦、餐厅啦，所有中中国嘅人嘅嘢咧，咩揼骨啦，全部去晒，系嘛？好啦，咁啊令到西港咧就变成一个赌城。结果咧，所有人啊，当时有好多大陆人啊，吓就去到西港淘金，咁啊抢地。我哋同大家讲过啦，结果咧，因为中国政府嘅压力。 喂，唔得喎！原來開多个地方同澳門一樣嘅，係幫我哋割喉放血嘅，所以咧就限制唔俾大陸人去，而且咧仲派出誒廣州派公安直接去西港拉人。好啦，咁啊結果令到西港咧變成山人勿近嘅地方，中國人一夜之間消失，因為會有公安嚟呢度拉人喎，邊度夠膽留喺度？所以咧西港咧就變成咧空城。 好啦，咁啊，空城咧都人系繼續經營噶，喺嗰度買咗樓嘅點算啊？買咗地嘅點算啊？喺嗰度投資咗錢嘅點算啊？佢哋就諗到一樣嘢，就將佢變成詐騙中心。好啦，冇咗賭場之後，咪搞詐騙咯。其實詐騙中心搞開嘅一直都有人做，但係咧規模唔大，因為做賭啊生意咧就點都好過做詐騙。 係嘛？開賭場點都好做詐騙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佢哋咧初初咧又做詐騙，又做網上賭博，結果咧就全部轉型，網上賭博冇得做啦，全部改轉行做詐騙。好啦，咁啊，所以咧先至有這個呢個咧西港咁大班嘢爆出嚟。咁而西港裏面咧嚇咁啊，據説有三個呢個黑金嘅老闆幕後黑手。咁呢次同大家詳細啲講下。講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。 揿 Like，点击广告，建设性留言，社交媒体 share，统计五毛，订阅我哋嘅 P 床同埋星期二一煲后备频道月费赞助。嗱，今日睇提大家八三一嘅集会就吞迟吞早咗一个钟头，就系五点至八点。咁希望大家咧，诶，如果翻紧工嘅都可以咧，就放咗工过嚟啦吓。好啦，讲翻呢个西港嗱，大部分嘅企业啊都系中资嘅。 而好多老闆咧都係因為喺大陸啊就出咗事，而咧就買咗當地嘅身份。而當地有三個咧，被稱為三巨頭，係西港嘅黑金勢力嘅最大嗰三個。嗱，半島電視台曾經報道過，西港一帶咧有好多個中資嘅大型園區，緊鄰西港嘅中國城，至少有兩座大型園區咧係做緊呢啲網上賭博同埋詐騙活動嘅，分別係金水同埋海博酒店。 好啦，咁啊金水呢個幕後老闆呢，就係雲南景城集團呢好啦，咁啊創辦人叫董立成，佢係柬埔寨最知名嘅中國投資者之一，亦都係雲南瑞麗市首府。咁啊瑞麗呢，而家變咗空城呢又係瑞麗係一個邊境城市，同緬甸誒嘅邊境做玉嘅。好啦，景城集團咧就橫跨呢個六橋工程、酒店、房地產、醫療同埋旅遊開發等領域。

咁啊，佢係瑞麗航空董事長啊，呢個董立成啦就出入昆明長水機場啊咁啊舉行呢個開航儀式。咁啊同年啦，董立成呢以三十億人民幣嘅財富啊，就位列胡潤百富榜雲南嘅第四位啊，即係雲南富豪榜第四位。咁啊，董立成亦都舉任多次行賄案啊，因為非法投資緬甸北部嘅賭場就被判刑。 咁啊，零八年八月，全國最大嘅網絡賭博案喺呢個昆明中級法院宣判，二十個被告都係因為開始賭場罪被判刑。呢個董立成就發現啊，被發現喺緬甸北部嘅賭場有關，應該係亞邦啊。因為我當時都有聽嗰啲朋友講咧，嗰度有禪邦有亞邦，亞邦咧就係全部大陸人經營嘅，有好多賭場。但佢歸案後咧有悔意同埋重大立功表現，當然俾錢啊。最終就係判緩刑喎。 個個都要坐監，佢可以緩刑，因為畀咗錢啊嘛。好啦，一四年十一月，董立成因為涉嫌行賄，就被呢個誒昆明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。後嚟佢轉移陣地，將事業焦點放咗喺柬埔寨。咁啊，包括喺一八年同呢個太陽城集團嘅創辦人洗米華、周卓華簽訂合作協議，喺西港投資三億六千萬美金就開發娛樂城。 好啦，咁啊當然啦，呢、這個當時太陽城一度咧都喺金邊咧開咗賭場嘅，咁最後咧當年都係搞唔掂啦，因為咧大陸客唔理嘛。好啦，咁啊呢個另外一個叫徐愛民啊，嗱咁啊呢個佢係海博酒店嘅呢個老細，咁啊佢咧就係亦都係知名嘅呢個大陸投資者啦，同柬埔寨政界關係好好嘅，曾獲頒呢個國家嘅分章啊。 咁啊，值得一提嘅就係咧，佢唔單止因為非法非法嘅賭博啊，係俾大陸判咗刑十年，仍都喺香港匯豐銀行開户口使黑錢。咁啊，所以一三年咧就俾國際刑警咧就頒發咗紅色通緝令。嗱，咁啊，當時嘅荊州晚报》啊，報道咗二零一零年荊州市公安局啊，就堵破一個咧組織百家樂賭博活動嘅犯罪集團。呢個犯罪集團嘅服務器同埋幕后黑手咧，都喺柬埔寨。

前一個月啦嚇，佢已經逃離香港啦，收到封啊嘛，係咪？咁啊，當然咧，大陸嘅呢個公安部、大陸嘅法院全部都收錢嘅，所以咧，會一早話俾佢知，喂，國際刑警通緝令喎，你快啲走咯咁樣。嗱，高等法院嘅判決書顯示啊，一三年六月，香港收到國際刑警發出嘅紅色通緝令，被告徐愛民有香港身份證，哇，係香港人嚟喎，中國護照同埋柬埔寨護照，係一個非法賭博網絡嘅老闆。 中國法院就判咗佢十年監禁，亦都俾中國通緝。同年十一月，啊，香港法庭對徐愛民罰咗逮捕令，理由係佢利用匯豐銀行洗黑錢，咁啊，亦都收受呢個網上嘅賭博收益。咁啊，呢個違反咗有組織及嚴重罪行第廿五條，有五項洗黑錢罪，亦都凍結所有嘅涉案資金。咁啊，沉咗一段時間，咁去到柬埔寨嘅徐愛民啊，喺當地東山再起，一七年。 佢就設立呢個呢個海博投資公司，主力喺西港嚇就發展呢個地產，之後就投投資埋呢個賭場，啊咁啊賭場都幾靚喎嚇，好似澳門嗰啲做酒店咁樣金碧輝煌啊。咁啊好啦，除咗呢個董立成嚇同埋徐愛民之後咧，咁啊仲有之前喺泰國落網嘅呢個 KK 園區啊，呢個首腦叫做蛇志剛啦嚇。好啦，咁啊蛇志剛，我哋日。 其實講過啦，呢個係一個八十後嚟嘅，係湖南人，一九八二年出世，之後移咗民喺廣西桂林。咁佢亦都係做呢個網上啊，即係跨境呢啲網絡賭博嘅。咁啊，亦都因為呢個跨境賭博咧，啊，即係網絡賭博咧，就俾大陸通緝。後尾咧就當然俾錢買咗柬埔寨護照咧。柬埔寨護照咧，其實約莫係四十萬到啊。我哋當時聽翻嚟啊，普通護照四十萬就買到噶啦。當你買到柬埔寨護照咧，就乜都得嚇。 好啦，咁佢亦都改個名叫唐海、唐倫海啊！咁佢曾經呢，就自稱主導投資一帶一路啊！咁啊，當然啦，亦都咧曾經菲律賓總統啊杜特爾特請過佢呢，去呢個出席習近平嘅晚宴，同習近平呢係一齊食過飯嘅嚇。好啦，咁啊當然啦，呢三個巨頭啊啊，亦都係被通緝噶啦嚇。

咁啊，所以咧，依三個咧，可以話被譽為咧係呢個誒依個犯罪集團啊，啊三大嘅呢個黑金啊嘅主路。嗱，大陸人咧，其實唔止依三個啦，當然。咁啊，我哋咧亦都聽翻嚟咧，其實太陽城都有喺嗰邊搞，網上賭博個個都搞，有邊個唔搞咧？係咪？不過柬埔寨條線咧，就同埋呢個咧菲律賓又唔同，佢哋後尾咧誒依個叫做。 即係可能柬埔寨佢嗰個關係打得冇咁深啦，因為同人要同人合作啦。主力咧呢個太阳城都去咗菲律賓嚇，咁啊菲律賓嗰度咧所有好多有好多嗰啲廳啦嚇，亦都有好多嗰啲人喺誒即係澳門嗰幾個咧，全部都係菲律賓多嘅。而柬埔寨咧就當然誒呢個金邊就有金界控股啦，喺度開賭場啦，咁啊香港上埋市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啊呢節咧我哋暫時講住咁多先。 如果有其他料呢，我哋会再同大家呢就详细啲讲嘅。拜拜。